意思让大家久等。对，我是今天值班的长工，我是舅。那各位刚刚有看到我们那个店里人手其实很少，所以有时候一个人要当很多的人用。那今天这一场是书店跟那个台北市客委会合作举办的一个讲座。那反正元宵节过完是端午节过完，差不多中秋了。接下来没有，还有中元。对，不过那个越南有没有中元节我不知道，但我确定越南有中秋节啦。但是台湾啊，没有盂兰盆节，就是中元节。待会你可以问他，你直接问讲师比较快。我不知道。对，好，好，这边有第一次来书店的朋友吗？我看到很多熟面孔，但是如果有的话，好，算了，我还是。对得起一下我的那个薪水。对，好，那个介绍一下书店。我们这边是东南亚主题书店，所以顾名思义哈，我们的从讲座到摆设到我们举办的活动，我们所有的主题都跟东南亚有关，但常常也有跟东南亚无关的啦。但是我们很喜欢那种各种非主流或者是在台湾的大家还不知道的事情，他也沉浸。就不用一直走到后面，自己找椅子坐。嘿，对，就一切自己来吧。好，那我们这边比较特别的是，我们这边有非常多的东南亚文的书，有印尼文、越南文、泰文、菲律宾文、柬埔寨文、缅甸文都有。那也会有一些来自东南亚的朋友会来我们这边来找书这样子。那除了东南亚书以外，就是东南亚讲座，还有东南亚语言的课程。那我们这边会开泰文、越南文、印尼文、柬埔寨文、菲律宾文、缅甸文，对，反正你想到大概我们都有开过。那开不开得起来是另外一回事啊，对，常因为人太少，所以开不起来。虽然政府喊新南向，但感觉那个学语言的还是人好像还不够多。我们这边书店比较特别的是我们那个外文书，主要外文书的部分几乎都是捐赠的，我们受捐赠来的。为什么呢？书店的负责人张正先生，他现在应该还在路上跑步，他待会会出现。他在2015年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天下独立评论》上面。那篇文章是在写说，请大家带一本自己看不懂的书回台湾。那台湾有超过63万，如果没有记错的话，10万来自东南亚的阅读物可以看，对啊，大家可以想一下，你在街上你要怎么去找到印尼文的字、越南文的字、泰文的字？除了在一些东南亚商店之外，几乎看不到，连车站都很难找。对，那时候我老板啊就想说。台湾那么多东南亚朋友没有自己母语的阅读可以看，可是台湾每年有非常多人去东南亚旅游，对啊，旅游啊，打工度假啊，当台干啊，当台老啊，去干嘛的我也不知道啊，对啊，像前阵子我一位朋友他因为工作的关系必须去那个泰国办事处，因为最近刚好泰国签证昨天最后一天嘛，免签最后一天，但是你要送申请。他拿到的离间号码牌是900多号，对，一天的900多号，他早上去拿的，去领号码牌等领件，对，他整个暑假通都在忙那个事情，忙到翻掉。然后台湾还是有非常多人会去泰国嘛，可是，在台湾就很难找到泰国书，对，所以我老板就想说，那来台湾的时候，一个人带一本书，一本书、两本书，新书、二手书都好。那帮我们这边，我们想办法给那些看得懂也想看他们的人，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一家书店，然后才会有这些书。那些书要怎么？你不可能卖，很不要脸，人家居然二手书，人家居然说我们拿去卖拿来盈利，这太不要脸了，对。好，所以我们就用借，就是我们可能设定一个，譬如说一本300块、500块，就设一个定价。那你要来借书的时候，你付押金给我们，你可能就一本书300块，你就押300块。那
不限期限，你看完以后拿回来还，我们就还你300块，就是这样子。好，那就有人开始问啊，我们要怎么赚钱？啊，这就是办各式各样的活动跟开各式各样的课程赚钱嘛，不过这当然也很难赚。好，那我们废话不多说，我们回到主题。那个。首先还是谢谢大家来，因为今天下雨，然后又礼拜五，好，中秋节。嗨，你好，请往前面坐，前面很痛，哎，谢谢。那其实不要说很难看到东南亚语言的阅读物，但其实。台湾对于东南亚很多的节庆节日文化习俗其实通通都不太了解，其实是这样。那事实上我们私底下我们也常常跟荷兰或者是跟其他越南的朋友或者是印尼的朋友，我们自己complain说，欸，为什么媒体又这样写，越南的粽子跟台湾粽子不一样，明明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为什么会说欸，越南也过端午节，他们也包粽子，可是越南吃所谓的粽子是在过年的时候嘛，我没有记错。对。对啊。然后说，但是就会有一些媒体或者是一些要办活动的单位会说啊，这个跟我们就一样，那明明就是很不一样的东西。可是到底就是哪里不一样？他在场台湾人，好，我也不知道。我身为一个台湾人，我也不知道这样子。那我们就今天就请那个来自越南的荷兰。来跟我们说清楚，到底一样的地方是什么，不一样又是什么，这样子。好，来，yeah， 交给你啊。好，谢谢。刚刚听他就是讲没有看到东南亚文的，所以赶快就补那个越南文的中秋节上去哈。那。首先谢谢大家今天来听我的这一场。我这一场是那个疫情嘛，快到中秋节了。然后是因为台北客委会邀请的，所以先那个跟为他们说一句好话。我最近看到在那个越南的平阳省有办客家美食节，好像这个周末啊，是比较少有的台湾文化的节日在越南办的，那好话说好了，回到我的主题这边。那我这里呢，简单看我的副标题，就是从农业节季到孩童的欢庆夜，反正就是一个孩童的节日就对了。那这个过程是大家有没有觉得有什么？它中间应该少了什么吗？从个农业节气嘛，就是每个农业大概是水稻的或农业的都会拜各种自然现象的嘛，那其中是月亮，也就是又拜月亮。那到孩童的儿童节哈，孩童儿童节呢，这个过程当中 A 到 B 当中好像少了什么吗？大家有没有觉得少了什么？不是都是说越南文化是学中国的吗？学汉人的吗？那中间呢，一定会有中国或者是对，我们是还是中国文化好了，就同声的哈，是有影响有接触。那中国的中秋节会到就是到影响到越南会有哪一些？那就是中间的这一块，所以我们等一下呢就会。为大家就是我们一起呢就看它从一个纯粹的农业节气呢经过了就是本土文化的嘛那经过了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然后它竟然是跟中国的春节不一样，它怎么就会变成一个儿童节那就是我的切入点。那我们讲到最后大概就是希望可以把这一点呢弄懂啊。好，那第一个呢就是我先念那个，就帮书店推一下那个越南语。
就是对中秋哈，就是越南的中秋节，所以中秋就是中秋，然后对就是节，它的顺序是有点不一样的。那越南的对中秋呢，会跟台湾的中秋节有一样还是不一样呢？一看就是不一样了嘛。那我们先看一下它有多不一样，所以先看一段影片，这样比较直接可以感受得到。这是去年的，暂停暂停，对，要先把那个断掉。好，好，了解。这是去年的2016年的，我们看一段就好，看大家的那个气氛。好，看这个人物哦，等一下就看他是谁。然后还有一只牛，喂，然后小孩。看就好，就大概给，给大家有一个印象。好，这是什么？哦，也里面有小孩的。我本来是把那个影片抓下来。可是太大了，好，大概是这样子哦。那这是去年的越南最大的中秋节的，在北部的宣光省，好，所以就明显的跟台湾过那个中秋节的气氛是不一样的。好，那我们看接下来呢，就看一下中秋节呢。不是只有台湾或越南过着，其实有农业社会的大概会都会拜月亮，然后所以它传统的意义呢就是拜月亮，然后它是四季中的节气，反正就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就会拜自然现象就对了。那每年一定要四季当中都会有很大的那个春季啊、夏季啊、秋季啊、冬季啊都会有祭拜的。那还有它是秋夏季的稻米在收割完毕之后，所以是我们叫做一个农闲的一个节气，所以那个人有比较多的时间来做弄一些娱乐的，反正过节是一个借口嘛，然后趁这个时候呢举办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然后它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意思呢，它已经消失了，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呢，就很少人耕田了。它是很重要的，是在这个节气呢，在中秋节当夜呢，是观看天象。以前没有天气预报嘛，对不对？就没办法看那个电视啊，就不知道。所以以前的人呢，但是耕田的时候就会跟天气的变化是很密切的关联的，不是我们现在就是没有，反正工作跟台风也都没关系的，所以他们就利用这个时候在观看天象，预报呢来年的天气是否有利于农业的耕种。是因为什么是中秋节呢？因为它整年是那个月亮最圆的时候嘛，然后农业社会特别是稻田的水稻的就跟水是非常重要的，那月亮是直接影响到水嘛，所以这个是观天象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气，不能错过的啊。但是这个意义呢是现在是不重要了，因为现在我们有那个天气预报了啊。但是它会影响到，它还是保留在一些
祭拜活动当中。而这个献祭拜活动我在越南看得到，在台湾比较少看到了。那它现在的意义呢，就跟传统的有点隔，有点距离了。比如说在台湾我们是团圆夜嘛，然后在韩国它是个感恩节。对韩国人来说，中秋节是还是一年最重要的一个节期。然后在日本，它是类似一种丰年祭，也是非常蛮大的。那越南是跟这些有点不一样，越南是月圆孩童节。那我们就说越南语叫做就是 Day to me 啊，是专门是给孩童的一个节庆。所以在当天呢，反正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都围绕着小孩，然后他们呢可以任意的玩耍，就不会被骂的。所以而且不是一天而已哦，中秋节只有一天，或者是只有一个晚上。可是在越南这个气氛呢，大概现在已经酝酿了七月嘛，就开始酝酿了，所以大概有一个月到两个月就一直在过中秋节的这个气氛当中。所以小孩呢，传统的小孩是非常非常的期待这样的一个节日的。好，那在此之前呢，我们看一下这是月亮。月亮在每一个文化呢，它是有它被赋予不同的那个意义哈。那其实月亮呢是男性呢还是女性？问大家一下，是男的还是女的？是女的嘛，因为有什么嫦娥啊，对不对？然后它是阴性的嘛，所以在中华文化里面呢，它是被认为月亮是女性的。比如说我们有嫦娥嘛，然后它是阴性的，是跟太阳的阳性是一个对比的。好，那在越南呢，在越南人的眼中，月亮是男还是女的？大家猜猜看。如果这里有一个越南人，一定会说是女的啊。她是女的是因为她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啊，所以我们呢叫她为月，或者是季汉。月是月的意思，汉是恒娥，恒娥是嫦娥的另外一个名字嘛啊，越南叫恒娥，所以恒姐或者是月顾，这样子是叫那个月亮的，所以她是女星。但是这个呢是明显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我们把那个时间更退往前呢，它其实在越南的传统文化里面，它是被赋予是男性的。比如说我们叫它翁章或者是翁章，章是越南语的月亮，然后翁是男性的，是翁的意思。那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说有呢？我们看一句民谣啊，他说翁章买了一把锤，他那么安格一他没有交，什么意思呢？这个月亮的翁，如果他娶了天婆，爸是婆，锤是天，所以越南人就认为天是女性的，然后月亮呢就是男性的。所以如果他们两个呢结婚的话，那我们在五月的时候去吃喜酒，然后在十月的时候才受那个聘礼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要花时间再解释。它应该是跟那个天际的每日长短的五月跟十月的白天跟晚上的长短是不一样的，大概是这样。但是不是我们的重点，我们重点是那个在越南语里面，如果还没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呢，那个月亮呢是男性的啊，是翁的。然后天呢就天空是婆，就是女性的啊，这是有点不一样，就我觉得有趣，所以拿来给大家分享啊。我们讲月亮，再来我们讲呢，那每一个文化呢都对月亮呢是赋予它很多的神话。那在中华文化里面呢是什么呢？这个大家比我清楚，我还要去查呢。是什么？还有呢？是这个嘛，嫦娥嘛。那嫦娥是因为透的药，所以呢就跑到那个月球上面嘛，然后就不管他的先生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只有牛站的故事哈。好，所以他反正呢，他就跑到月球上了，所以他就住在上面。那在越南文化呢，我们就会有另外一个啊，我们叫做，来看一下这张图片。我们认为呢，如果中国人认为住在这个月球上面是嫦娥，还有玉兔马灯，对不对？那我们也认为它上面，月球上面有一棵大树，然后那棵大树下面呢有一个，这个叫做木桶，就是放牧的的小孩啊，这个木桶。然后这个木桶呢叫做棍，它的名字叫棍啊，这是一个。那上面有没有女生呢？有恒娥，我们叫做恒姐。这个是明显受到那个中国的影响，恒娥跟嫦娥是一样的啦，这个明显是受到中国的影响。可是呢，反正他们同时都住在上面，可是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神话呢就没有连结。那同时在上面就会有两个人嘛，这个恒娥，然后一个鬼。那可是我们就知道啊，他是恒娥是从中国来的，然后鬼是越南本土的，他一直住在星球上面。然后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呢，其实这个鬼呢，我们也有两个版本。那第一个版本大家看哦，它旁边呢是有一个人在割草嘛，一个人女生在骑马，然后两个人在教树啊、哦、OK。 那这是鬼的第一个版本，它是有一首童谣啊、哦、这个鬼呢它是坐在那个榕树的下面，因为它本来是要放牛的，可是它就很懒，所以他就没有去顾那只牛，他就坐在那个榕树下面，然后让那个牛呢去别家的稻田吃那个那叫什么稻草嘛，不是，可是那个稻梗的稻叶就吃了，所以他要人家就叫他的鬼的爸爸，但是鬼的爸爸在干嘛呢？在割草，在天上割草，然后叫到他的妈妈，他妈妈是在骑马。去请那个官员，然后就叫不到了，叫到他的阿公。那他阿公呢是在写字，所以也没有空管他啊。然后他的外公呢也是没空着，他的外公是拿钱去买那个榕树的叶子。反正呢他是童谣嘛，只是没他的意思是很凌乱的，只是说每个越南人都知道这种童谣。反正呢他为什么他是放牛的，然后他很懒，他常常呢是说谎的，就像这里啊，人家来骂他呢，你为什么就让你的牛啊就吃我的稻田啊，所以他就说然后问到他爸爸，问到他妈妈，问到阿公，或者是他的外公，他都是有编个谎出来，所以其实最后都没有人理他，他只能呢就在月球上面就一个人在住。然后到现在这个鬼字呢还是代表着，在越南语里面代表着说谎的那个人啊，所以那个人很会说谎，就叫他鬼这样啊。所以这个版本还是在的。那我们有另外一个版本呢，这个是比较离奇了。那鬼他现在就不是一个孩童了，他是一个教父，他不是放牛的木头，他是教父。所以他有一天呢教父是要进树林砍柴的嘛，所以他有一天呢目睹他就是他碰到了小老虎3-4只，所以他就拿着他斧头呢把小老虎砍死。然后突然呢母老虎就回来了，所以他赶快就躲起来。然后母老虎回来看他小孩就死了，他就到附近有一棵树，然后拿那棵树的叶子把它咬碎，然后附在他的那个小孩的身上，然后那些小老虎就活起来了。所以他知道这是一个神药的书啊，有复活的作用的，所以他呢就赶快过就把这个棵树呢带回家，
但是他知道这个因为它是神药树，所以要用干净的水来浇啊。那他回家醉驾的时候呢，有一天呢，他抢匪是来杀抢劫，然后杀死他的继子。那他回来的时候就他的继子呢还把被这些抢匪呢把那个肚子挖开，然后里面的那个肠子啊都把它弄坏的。所以他回来呢，哎，妻子的肠子就内脏都不在了，怎么办？他就杀他的那个狗，类似狗，把狗的内脏呢放在妻子的肚子里面，然后用那个神药术呢，就复活了他的妻子。但是也是因为内脏是狗借来用的，所以他的妻子有点健忘症，所以他有一天呢，鬼就不在，他就以那个雾水呢浇这棵树。然后这棵树呢，因为碰到雾水，所以它拔根，然后废走。刚好呢，鬼就回来，刚好看到他那棵树在废的时候，所以他就把抓紧那个树根，然后跟着那棵树废上那个月球上面。所以从此呢，他跟那棵神药树就住在那个月球上面。我们现在看那个月球，会看到有一片是有点阴影的嘛，很像一棵大树，所以这是另外一个版本。那我们看到这个版本呢，它明显是比前面那个版本就是复杂的多，所以它是后来编的啊，后来编的啊。那越南人大概这两个版本都知道，然后其实我从小也没有从来没有想过，哇，那前面那个鬼为什么从那个木头就变成一个教父呢？很奇怪。好，那就刚刚有放的这个，就是在这个故事呢，就被拍成。被用各种各样的。九鬼公章。哎，我自己都没看到。白木兰达。讲木兰九夫者。反正就在讲这个故事啦。好，我只是。让大家知道说这个故事就每个宗教前的一直被重复，这样一直重复，不仅是在那个小学里面就会讲给孩童听，还是碰到这个季节都一直被重复，然后在媒体上面，在报纸上面都会有这样。好，然后我们时间不多，所以就赶快继续。那我们看越南跟台湾的宗教节的异同哈，有一样的地方跟不一样的地方。以我的观察哈，那它的意义呢？刚才还说了，一边是团圆节，一边是孩童节。那假期呢？台湾是有的，越南是没有，啊，所以我们不算是四个大节之一哈。然后它必备的呢，是要台湾是要月饼跟柚子，打错了，对不起。然后越南是那个月饼跟灯笼，所以月饼是一样的，那灯笼是不一样。然后活动的话呢，台湾就是烤肉嘛，越南就很多了，就多到不行，反正是有聚集的玩乐，然后灯笼舞是游行。我们刚刚看到就是在街上这样游的，是有小规模的，有大规模的提的灯笼，然后前面是有武士的，然后整个那大队伍呢就绕着，如果小村落就绕小村落，如果是学校呢就绕从学校绕到那个镇的中心，就活动中心。那如果是大城市的话，就是各个大马路呢就绕来绕去，这样就是很热闹。然后我们在家里面就会有摆那个月圆烟，就要拜月亮的啊，就反各种各样的活动啊，我等一下就详细的讲。那他主角呢，在台湾是因为团圆节嘛，所以主角是全家，在越南主角变成孩童啊，刚说嘛，就反正从有这么多的活动，他的主角他的中心都是孩童，但是孩童什么事都没做，对不对？可是他就连他也不能做月饼啊，他也不能自己那个做那个灯笼啊，可是什么？所有这些活动是要给孩童的，这是比较特别的。那在现在社会上面呢，在台湾是全家团圆烤肉哈，
在越南是孩童参加社会举办的玩乐夜，反正就是它变成一个社会在举办，而不是小聚落或者是家里的结晶了。各个它甚至变成各个行业、各个机关举办中秋夜来行销产品，或者变成一个观光节。那比如说在惠安，惠安在香港，大家就看知道越南都知道惠安了，是一个中国、日本、越南的一个文化交界的一个大港口啊，以前那现在变成古迹了，啊，有点像鹿港，就是古香古色的。那在那边呢，因为它是河边的，所以这特别是它还是保留古香古色，所以在中秋节的时候，它有一个月就是各种各样的啊，不错了，一个礼拜的行程，不好意思。一个礼拜的行程，然后推成一个观光节，然后各种各样的有关中秋节的活动，或者是当地的文化艺术都有哈。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查，有英文的，就是惠安的Full Moon Festival 就有，每年都有，所以今年一定会有。那所以就变成一个观光节。那反正呢，在台湾它是多少还是保留团圆的意义，应该是跟月圆有关嘛，那在越南呢，是名义上是为孩童过节，可是它实际上在现在的句式上面是大人行销关系商品的好时机，那是有点变迟了，可是没关系，还是要假装一下关心孩童，所以孩童还是多少有受惠啊。那所以我们看这张图上面就可以看到，大部分是中秋节必备的，比如说有灯笼嘛，有星星灯嘛，然后这里是那个拜月亮的月圆烟，然后就有武士嘛，还有什么啊？还有面具嘛，就大概是这样，反正就有这些，这是传统的。那现在的话可能是有的还有的少了。传统我们会有舞狮，有织造拉军灯笼，然后有剪纸金饰，这个现在就没有了好，等一下会有照片给大家看。然后会制造面具，现在也比较少，还是有，刚才比较少。那再来是做月饼，然后拜月亮的宴席，然后拜完之后呢，拜完呢就要破，大人拜嘛，大人拜嘛，破呢，破月宴呢是小孩的任务，不是小孩可以玩的啊，是我们越南语叫破啊，所以就直接用那个字来。你看，比如说四子舞呢，它是有现在呢都看到有四子舞。可是很少人知道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秋节的时候要舞狮。我自己也不知道，最近要去查一下才知道。这是用这一张比较旧的照片哈。它是因为有个故事呢，有一个两个俏妇呢，他是进去树林砍柴，然后遇到狮子。我记得应该遇到老虎啊，反正越南也没有狮子。不知道为什么变成狮子了，那可能受到那个佛教嘛和印度文化的传来的，所以老虎就变成狮子了啊。然后就碰到一只狮子，然后想吃了他们。那他们就在临死的时候呢，就有一个神明来帮他们，就是打那头狮子，所以他们就打败了，所以就活了。所以每个中秋节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有这一场戏，反正有一只狮子，然后就有两个人就是舞斗这样。可是呢，这是传统的。那现在的话，我们只看到有狮子舞，就不会有这一场就是这样子玩的。啊，这个是在因为有一本书是越南的中秋节，它是中越对应的。那大家那个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查，它里面有这样解释。那再来是那个蜡军灯，那这个明显呢，它是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啊。这个是有记载在那个有一本书，突然忘记了，反正古籍。那
这个腊钦灯呢，它有在中秋啊、但是在中国呢，不是中秋节才做的啊，但是越南就特别中秋节。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中秋节比较有时间嘛，做这个灯很费工的，所以有时间才可以做啊，所以就放在中秋节。那它呢，它是一个有六面的，那外层要有两层，里面跟外面。外面有六面呢，它是代表的人的六根嘛，就悲欢哀恨怒怕的，他自己写的哦。然后他因为他有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是从中国来的。那他第二层是剪影，那你看到这只那个大象嘛，这头大象就是剪影。他本来在中国的灯笼里面，他的剪影是人生的三美的道德，反正就是各种反正孝心啊之类的。在越南呢，他就有点改变，他变成越南的打外贼的英雄。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大象就是知道是鄂伯真，所以我们才叫腊钦灯啊。钦就是军队的意思，反正就是打贼的意思。然后它里面还有蜡烛，所以在蜡烛发热的时候，里面的这一层呢会转，所以它像一种源源不绝的一团那个军队，一支军队，所以就叫蜡钦灯。好，这个在中国叫灯笼而已，就有蜡钦灯。所以呢，它的用途呢是玩耍，它不是实用的。中秋节的灯笼，越南有两种灯笼。中秋节的灯笼是用来玩的，其实就用来一天而已，就是中秋节。所以它的制作呢是简单易碎。反正我们大家看到最前面那一张是直做的嘛，我有一年有类似这样，然后呢还没玩完，就它就烧掉了这样。所以它是用来玩的，不是被使用的。但是如果大家去惠安那边呢，是用丝绸做的灯笼，那是实用性的，可以放很久，而且很漂亮，很坚固。我家有一盏，用了十年了，还是很好，很漂亮，颜色还是很鲜艳的。所以如果买的话可以买这个，这个就是小孩玩的，玩一天就不用了啊。第二个呢，这个现在就不见了啊，没有了，也没听说了，但是它记载上是有。是小孩呢会剪纸近视，反正这个是近视嘛，所以他登科之后呢就是荣归回乡嘛，所以这个是明显受到那个科举考试的影响，然后特别给小孩剪的或者小孩要剪的来玩，是祈求未来顺利，科举比较顺利的。那现在这个习俗就是失传了，就没有了。那再来是小孩制造面具，现在呢越南很少就是中秋节给小孩制面具了，可是少有啊，偶尔有些地方有，以前就，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辟邪嘛，因为小孩在晚上就要出来的时候，很多种鬼怪就会来抓小孩嘛，这个是很多很多民族都有，比如说女生要穿成男生啊，也是要骗那个鬼怪不来抓他的之类。反正是，可是小孩子知道吗？不知道，他反正就是来玩的。那现在也很少见了，然后各种各样都有。可是以前传统的话，他是用竹编，他的那个面具是竹编，然后上面开始画材的。那他是就是类似这种人物的。然后我也是在树上面拍的，因为现在就没有。那他是可以，然后看到这些人嘛，鬼怪也要就是避得远远的，也是有这样的意思。好，就以上呢，这个是传统的一些中秋节的周围的活动。那其中比如说面具或者是那个紫金饰就没有。那蜡钦灯的话呢，它现在也很少人做了，因为那个很费功夫的。所以现在就变成比较那个，它演变成很多各种各样的灯笼，反正可以拿来玩的，都可以用的啊。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入越南中秋节的越南人怎么过中秋节。那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是
准备工作。以上有讲嘛，越南的哦，现在就开始酝酿咯。离中秋节还是很久嘛，到七周嘛，大概。现在就开始酝酿了，所以大家如果去越南，特别是胡志明市的街道上的话，就街道的旁边呢，开始摆的长长的都是卖月饼的。然后现在呢，大人就开始买月饼，然后送，就反正各种关系都要送月饼。然后其实呢，送了太多，其实家里也没办法吃得完，因为越南月饼很大，不是台湾小小的那一颗，就很大。然后它的高热量呢，哦，所以呢，大家大概是受到了，我受到了，哦，太多之后三四盒开始转售，转来转去，一直转到那个中秋节为止。好，所以我们准备工作呢会有哪些呢？大约是七月十五号就开始准备了。那我们最先开始就是月饼，看到街边上在摆摊卖月饼了，就是知道中秋节要来了。所以月饼有放的，有圆的，然后有动物形状的，反正给小孩的嘛，所以可爱风，走那个可爱风，各种动物的形状。那再来是制作灯笼，本来就是要制作灯笼，我小时候也要自己弄一个星星灯，其实还蛮简单的，不难。可是呢，现在就要去买。那我小时候在小学中学，那开始要帮那个比较小的小学的小朋友帮他们做那个星星灯啊，所以我们有拉圈灯、星星灯、鲤鱼灯、蝴蝶灯等等，是比较传统的啊。可是现在就各种各样，反正都有。那中秋节的主角呢，一样是孩童，所以看哦，动物形状，反正是还要服务小孩的。那在家里，这是市场上的准备。在家里面的准备呢，是要去买，反正灯笼现在没办法制作了嘛，所以要买，去买灯笼，买月饼，再来是准备那个月圆宴，然后送礼。那社会的准备呢，它街道上的灯笼装饰，然后我开始城市里面就各种中秋节的主题，然后主要是灯笼，大的小的各种形状，花灯、花车，我们看到那个影片都是社会在准备的。然后我们有灯笼观光节在惠安，孩子的中秋礼物，孩子中秋礼物什么呢？就是那个灯笼。然后中秋月圆欢庆会，就是还有大人会准备办这个会，还有一个这个灯笼街是必备的啊，小孩就是大人就带小孩去逛，买几个回来，然后呢年轻人也会去那边拍照嘛，现在就是流行那个自拍的嘛，一定要去那边打卡。那胡志明市也有河内也有一条很大的，它在市场上的，反正整个社会呢，它整个市场都是在服务那个中秋节。那我们就一项一项的看，那月饼刚开嘛，我们有圆的，哎，我放的跑去哪了？圆的还有方的啊，有两种。那有就是猪，母猪跟它的小孩，这是很受欢迎的，而且很传统的。我们小时候是拿到的话，就玩了很久才吃，而且妈妈还不给玩，还要放着。那现在呢，就是要去订，因为现在比较怀古风嘛，怀旧风，就会去买这些，所以是比较可爱的。然后应景的话，去年不是宝可梦很活嘛，所以也是有宝可梦的。今年不知道是哪一个活，还没到，不知道是哪一个，然后他因为现在社会嘛，所以就有各种各样的可爱的，在越南也吃到台湾式的，他们也会做台湾式的月饼，所以现在在越南也可以买得到。然后还有香港式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我很少吃，因为它的热量很高，但是很大。然后一起制作传统的灯笼，那最传统的就是星星灯，它就是一颗星星嘛，那没有星星灯呢，就不算是中秋节。
虽然有各样各种各样形状的灯，可是一定要有星星灯，这个是不能缺的。那有啊，现在就去买，可是小孩呢就可以自己做，然后做的我小时候也自己做，然后做的也没办法摆去买的漂亮，可是有很大的成就感。那大人如果宠小孩的话就帮他们制作嘛，所以就是亲子的关系也是从这里也可以培养的。好，这星星大概是这样子。那如果自己制作的话，它是竹子，就你看就很简单嘛，以几根竹子然后绑起来，里面就有几个也是竹子把它撑起来，你看插一根蜡烛就可以了。好，那是传统的，现在的社区呢的社会呢的那个 shopping mall 啊的那个市中心啊，哇，开始各种各样的超级大，月亮很喜欢超级大的，什么都超大，最大的他们就非常喜欢粽子啊。有一年每年都做粽子，台湾粽子还有一口粽子这么小，对不对？越南好像是最多的，好像是5吨吧，5吨的粽子哦。他越南是很奇怪的，什么都喜欢搭的，可以写进那个 Guinness Book 的就记录的，所以这个做很大，你看比那个人多大。然后在西贡的邓龙街是在这个第五郡的61号这是界名。那哦，就可以看到非常热闹，现在就开始非常热闹，特别是晚上只要小孩大人就是特别是带小孩去逛，就是去玩的拍照啊，就买一两个回家而已，但是那个气氛是比较重要的，一定要过的。然后在这里看了灯笼，就是不是只有星星灯，各种各样的有塑造做的，反正各种各样材质的。那它原本呢是有北部人移民过去的，可是现在的话呢，主要的灯笼的市场是在华侨，因为我住第五郡，所以就是每个中秋节看到他们制作的这些灯笼非常多，主要是华侨在掌握这个。然后在河内的话，就是在36古街里面的行马佛行马，特是那个灯笼街它过年也是很热闹，它现在也特别热闹，那一样你要去那边拍照打卡买灯笼。一定要去的，一定要买的。甚至呢在越南有一个观念，在中秋节的时候，多宠的小孩，家里家境多么不好的，一定还是要给他做或者给他买一盏灯笼才算过中秋节，不然他会太可怜了。就这样，有这么所以各个那个我们只要慈善团体啊，就是要送灯笼。然后大就是我们在青年团嘛，我们大概20岁大概是算是青年团，因为帮他们制作灯笼这个。好，那这第一阶段是准备的，然后准备其实准备是比较欢乐的。那台湾是有没有准备呢？其实没有，对不对？就只有我们在那个中秋节的当夜，就是义务性的要回家烤肉吃的，那连那个看月亮也没有这个心情去看月亮啊。那其实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种种的活动是这还不是重头戏啊，重头戏在中秋的当晚。那活动非常多，但是非常忙的。那我们刚说的灯笼游行，一定要游行。我小时候就特别期待那一夜哦，就是大概晚饭就很早就吃了，然后准备去那个提着自己的灯笼去那个小孩聚集的地方，然后开始等那个武士来就可以游行了。那再来是赏月看七祥，那在因为我们家是那个农民的嘛，所以呢在我小时候呢还是会看七象，然后我妈会教我怎么看，
那我们有一句呢叫做江广最汉江南九莫，大家不妨今年可以抬头看一下中秋节的月亮，然后我们看看呢它明年的雨水多还是少。然后等一下有一张照片大家可以看哈。再来下一个活动是祭月亮，那这个是大人负责，通常就是妈妈负责，因为是拜月亮嘛，所以大概的祭品呢是这月饼还有水果水果。那水果就不只有柚子，越南吃水果的非常多的嘛，所以是反正爱吃什么就拜什么。然后制作灯笼比赛，这个是比较后来延伸的，比方像学校啊，每个学校也要办中秋节的那一晚，所以他就非常抢活动出来嘛，就制作灯笼的比赛啊，摆那个赏月宴的比赛啊。我觉得这个是多余的，反正可是好像每个单位都觉得他们有义务性的帮小孩或者是帮员工的小孩做办这场那个中秋节的晚上晚宴。然后还有武士的比赛，那大家如果去惠安的话过中秋节一定会看到武士比赛，而且它比较专业的，就我们小孩的话也是自己也可以玩那个武士，但是在惠安是那个都是专业跳武士的来比赛，所以好看。然后最后就是破赏月宴，我们叫做发果酱酿，那其实这还要破嘛，要所以小孩就开始来就挣啊，就是抢啊食物，爱吃这个就还是闹着玩的，反正吃的是几次玩的这种玩耍的这种气氛呢是比较重要的。然后这是那个当晚的活动，那么比如说这个是灯笼游行和武士，可是一看呢就知道这个是学校班的，因为小孩还是看还是那个穿制服嘛，然后那个灯笼是一样的，所以每一个在越南很奇怪，每一个小单位或者是我们住的地方不是有分聚吗，小聚啊，他们或者是每栋大楼的那个管理嘛，他们一定要觉得有义务性要帮这里的小孩就是办了那个中秋节的晚宴。我去年有一个朋友他开了一个教英文的那个学校，这个中心晚上的只教英文而已，他也要办，反正不知道为什么，这整个社会呢觉得都有义务性的。然后我住的那个大楼，那栋的我住的地方有五栋大楼，然后每一栋呢自己办一个赏月宴，压力好大，压力好大。然后因为每个小地方都办，所以他们也要不办也不行，我不知道为什么。其实他本来是一个很小聚和小聚落还有家庭规模的而已，现在变成整个社会了。然后灯笼的游行跟武士嘛，你看啊，我晓得玩这些灯笼其实不小心它就着火了然后就没了，就很小心才可以把它留到那个最后，因为我住那农村嘛，所以还起风，一起风呢就一大堆灯笼在着火，但是也是一个好玩的一个记忆，对啊，你看小孩就超可爱超喜欢的，反正他不管其他的了，就可以玩就好。然后我们刚刚说嘛，在赏月的时候呢除了说哇今年那个月亮好亮啊，你要看一下下一季的气象如何。那大概呢它会有两种形状，这个你看到中间是月亮，外面有大的一个光环，那我们叫做英文叫做 Moon Halo， 那越南叫做张滚，这个叫做滚，那个大的光环就滚。那如果看到这个的话呢，下一季应该是旱季，就是雨水会比较少。那再来看这边就叫做它是比较聚集的，它没有那么大的那个光环，那英文叫做 Moon Corona， 然后我们下一季呢就会雨水比较多。因为我住山上嘛，所以呢其实那个夜灯啊路灯没有那么多，小时候其实都没有，都是黑暗一天的，所以呢就
常常就看月亮，然后我妈妈就会叫我们看这些。那现在的小孩，特别是住城市的小孩，大概就不知道了，不知道是什么人用这个。可是就上一辈还是，至少我小时候还是会有。那祭月亮呢，或者是赏月宴呢，地点呢是以前是在家里，我小时候在家里，现在呢就公共场所。因为其实现在的年轻的父母呢，年轻的爸爸妈妈也不知道，因为现在不耕田了嘛，所以也不知道要怎么办。现在就是公共场所，就是大楼管理啊，大楼的那个一楼啊，等等，反正就是公共场所。那准备呢，以前是妈妈准备，现在是社会团体的准备。那主祭的话呢，是小以前是妈妈，然后她会祈求平安，祈求来季呢会丰收啊。那现在的话其实都没有，反正就拜月亮，也中秋节义务性要拜一下月亮，要看一下月亮才算可以过中秋嘛。所以他其实这个反正祈求平安，特别丰收是没有的。那甚至没有看到月亮啊，没有抬头看月亮。来，那赏月有什么呢？有月饼、柚子、糖果、水果，爱吃什么就放什么。那现在是月饼哈，各式各样的。那它的意义呢，以前是拜月亮的，看天象为主，现在是给小孩玩的为主。那前面这个有没有拜月亮还有观天象呢，是我观察呢几乎都消失了。然后你看问一些年轻一点的朋友，他们大概都没办法回答这些意义了。这是社会的，反正必备会这样嘛。然后这个是赏月宴的比赛，你看哦，它就会很复杂的。然后因为要比赛嘛，所以就各种各式的花样都出来。然后一看这里就知道在学校要比赛了啊。你看学生多辛苦啊，不是本来是要玩的吗？现在要被召集来比赛。为什么知道呢？因为这个匾子呢，它是九月 A9 啊，所以它是，而且反而这样很可怜啊。然后比什么比，反正有比赛有考试的，对小孩来说是一件很不希望有的事情，我是爱玩而已。然后是玩，因为要得奖要比赛就会玩各种各样。这是柚子哦，然后这是什么，不然就把它弄成各式和花样。那在小聚的话呢，就会到最后嘛，就是破赏月宴，是小孩最开心的时候，就是一起分享啊，拿着灯笼啊，然后食物啊，然后一起玩啊，这个这是在小聚的。然后每个小聚都会帮小孩弄这样，然后父母就在看着嘛，所以他们都会有吃的有玩的，这样啊就算过完了中秋节，越南中秋节。那当然，那个舞台上面有胡贵妃的照片，是一定会有。诶，大概会有，大概都会有。哎呀，你现在我最近好久才回到那个学校，因为帮学生。我们的学生去实习，我就关心一下，然后进那个学校，我看到胡贝贝啊，然后还有他教导的五个点，我觉得啊，现在还有这种东西啊，还有的，好，所以呢，还有延伸的很多活动，比如说中秋节是一个行善的节气啊，他是关怀贫穷的小孩。各种团体啊，民间的、政府的，反正都会做啊。我觉得他们怎么啦，都不是觉得一定要凑这个热闹，不做不行啊。那行善的方式呢，其中一定有一个要送月饼，然后送灯笼，但这个是必备的，其他的其次。那其他的时间点去行善呢，就不会送月饼跟灯笼，可是中秋节一定要。所以它变成一种社会的观念嘛，在中秋节的时候，一个小孩如果他没有一盏灯笼和一个月饼呢，就太可怜了，就算他没有过中秋节了，就
在社会的水准来上，这样子不允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要赶快送给他们。然后连佛寺啊，反正连佛寺还有那个教堂，还有团体的，大家有小的一定要办的。所以你中秋节去越南会觉得很好玩，因为整个城市整个设计你去哪里都看到这种大大小小的活动。然后这个是比较特别的，是因为在越南的北部山上，那北部山都是少数民族，那少数民族就不是我们金族，所以他们呢本来就不会过中秋节，但是因为我们上面说的社会的观念，就塑造很那种观念，所以反正他们现在呢也要上山帮少数民族的小孩过我们金族人的中秋节。那你看那个舞台上啊，这是恒儿，然后恒姐，然后这是那个鬼，反正这两个人物呢一定要有啊，在那个中秋节当晚的月圆宴一定要有。为什么有我也不知道，他们就是在那边讲讲话这样而已，可是一定要有。或者是在那个儿童医院，那一定会有一个恒儿来关心这些小病童，然后送那个灯笼啊，送那个月饼给他们，那一定会办那个恒儿恒姐出来。民族的不同，我们有54个民族。嗯，那比较最大宗的是金族人，京都的京。我是金族人。就是父母是哪一个种族？对对啊，民族是这样分啊，台湾也是嘛。那假如是结婚，是跟不同族的。哎，这不知道了。爸爸或是跟妈妈。要看。如果是你家啊，因为我住的地方是那个西原地区，是很多南岛跟南亚语系的民族，因为他们是母系社会。如果金族的男生嫁给他们巴拿族或矮地族的女生的话，你要嫁给他，因为他还是母系社会啊，他是女生去是叫怎么说？对，就请那个男生出来，而且男生还可以挑聘礼哦，那个钱还价位还很高的、哦。那是住我家那个附近，本来是他们的地盘啊，我们是侵略者，哎，现在还是有啊、哦。男生要去住，对，然后女生要拿聘礼去把他请回来。然后就把那个掉，因为他还是母系社会，要看，好、哦，要看民族的习俗。像越南社会还是要是已经结婚的，还是可能需要父母是怎么去做？最不希望就是那个情况，啊、哦，没有很喜欢的。可是跟台湾一样嘛，有的时候还不得已要住啊，父母就希望小孩一起住，小孩就想单飞的。然后一样就很多冲突，好，那比如这个赏月七月圆，然后看观天象，这个是埋没当中，其实说实在是没有了啊、哦。比如说问我这个年纪的人，或你问了在台湾的越南人，我可以跟你断定他也不知道要怎么观天象，啊、哦，可是因为我小时候有经历过，然后有去看一下。那孩童的欢乐节呢，变成大人的送礼节，我真受不了这个送礼的，送来送去，然后你知道，其实如果我们学校嘛，就是老师们会互送，其实你有时候会受到你已经送给人的那个，然后就转了好几手，然后回到你手上。然后大人小孩呢一起制作月饼跟灯笼，这个现在全部都是买的，很少父母还要帮小孩做的。那小孩呢也比较玩手机啊，玩游戏啊，也不会，以前的小孩那个娱乐很少的，所以自己会做。
我的生活还是旅宿。那孩童的节日呢，变成一个消费的结晶，它是观光节，它是购物节啊，每个购物中心都是把中秋节的主题来装潢，现在就开始了。所以那中秋节呢，如果不在台湾的话，就可以去越南看看啊，那个气氛完全是不一样的，在台湾不算过中秋节。那在父母村落的群体给小孩童的欢乐，本来就是这样嘛，是传统的话，什么各种各样都是主角都是小孩，小孩其实什么都不做，都是受惠者。但现在变成商业公司啊、寺庙啊、教堂啊、学校啊、度假村等等，所主办的活动，那家庭的连结和凝聚力的成分反而是变得薄弱很多。因为你看，我妈妈是帮我做月饼，爸爸是帮我做那个星星灯，那他自然而然他那个亲子的凝聚力跟他的那个连结就会加深嘛。那现在就没有，全部都去买的。因为即使我们过节呢，它的最主要，我觉得过节不每个节都一样，最主要不是那个节，然后看你过年嘛，过年其实过年前比较重要，那个气氛呢，你有参与的，台湾的过年也不算了，因为你还是有，还有像我妈妈大概提早一个月就准备那个过年，所以我们大概那个气氛就开始制造出来。这个我们最享受的捷径，其实呢在准备的过程当中，而不是那一天。其实到初一呢，早上拜完那个就觉得过年就没什么意义了。那但是前面的过程呢，就大概越南是正式的话，大概23号就开始嘛。但是那个体检很久，比如说我妈要，她要买到最好的糯米，反正什么都想最好的，因为要过节的。那每次她买完呢，买到了，她的这种喜悦会跟我们分享，所以自然而然你就被感染这种气氛。那这个中秋节也是一样啊，就准备的比较重要。那现在呢的现代社会，反正是准备很简单嘛。所以它这种过节的气氛越来越少，可是还是比台湾好一些。台湾真的是我觉得没什么过节了，都想要出去国外观光，过年就出国去了。我这个要看什么啊？我们看一下。就是大概这样的气氛哈，是比较普遍的啊。好，我们去年等一下啊，你再看一个，等一下，这样可以吗？我们去年呢，你看这个很，我觉得很 over。他呢？它是在宣光省一个省举办的，号称是
越南最大的中秋节晚宴。然后呢，它其实中秋节的成分，比如说这个是恒节嘛，恒鹅就有，然后是鬼是有，可是它呢，它是变成一个这个省要行孝的一个晚上，所以其实中秋节以外的成分，比如说我们一开始看的花车的游行啊，其实都是不是中秋节的本来有的。而且中秋节也很少像大舞台的，因为刚刚看到上面，我们刚看的才是中秋节，就小剧嘛，然后认识的小孩就一直这样玩才有意思啊。哦，而不是现在我们可以看一段，因为它很多，就看几段。它好过分哦！我自己会觉得。这个要送奖品给这两个小孩，应该成绩很好的，对，要送给他们，然后开始来表演。我觉得我看这个就受不了，那是去年的。然后那个胡贝贝就出，然后什么象台呀、什么俊人啊都出来了。刚完呢，我就看这受不了。可是你看它多大，那个整个舞台多壮观，好几个大的舞台。然后中秋节本来跟胡贝贝没关系呀、看就觉得很反感，然后本来是主角是小孩，现在变主角是胡贝贝，多过分啊！啊，在唱的这首歌是没有人爱规则的嘛，小孩又妈妈、爸爸妈妈爱才最爱嘛，胡贝贝什么呢？他还没有小孩呢。刚说越南很喜欢醉的嘛，什么醉都好。他刚刚说呢，这是越南最大的中秋节晚会，然后写在那个 Guinness Book 里面。所以是越南把这个以这个为骄傲，然后把整个中秋节的精神和主角都扭曲了。我看这个真的是受不了，可是越南人会觉得啊、哦，很不错。然后他的这个凳呢，他刚说的这个凳也是最大的，这个晚会是最大的，然后这个凳笼也是最大的。干嘛呢？第二，摩托车中国轮一越南，南海岸空乘对吧？và trong đêm hội thành tuyên năm nay hội kỷ lục xe Việt Nam sẽ trao tặng kỷ lục Guinness Việt Nam cho cặp đèn kéo quân lớn nhất Việt Nam. Đó,
都是大人来破坏小孩的季节，然后展现大人的那种，就是很浮夸的那种欲望。真的看不出，他已经做到第半年了。节是小孩的啊，大人刚出来干嘛？少数民族的，所以中秋节也是一个民族和解的、和融的一个节气。反正呢，他想形象什么，他都塞进去，然后小孩都不见了。中秋节有这个干嘛？看了真受不了。来了，有屎！这是干嘛？我真的是受不了。就做观光节，这惠安做的，我觉得还不错啦。这个就是受不了。啊，前面是少数民族哦，各种各样的。然后这。这个要干什么呢？这是那个独柱式啊，越南最河内比较有名的。它是这个佛寺建在一根柱子上面，是一个莲花的意思。然后他说这个。是某一个钞票上面有吗？啊，对，好像有。嗯、就傻了。看看受不了。好，看看这里就好。好，那我们就到结论。我是因为做这个演讲才去看，刚刚我们看的这个大规模的晚宴，然后我才发现，虽然它是最大的，可是我没有关系。那因为在我的记忆当中呢，中秋节不是这样过的啊，不是那样过的。那啊，那。大家就我们现在回到就是那个最开头的问题嘛。那越南的中秋节呢，它是从一个农业社会，然后延边到现在，虽然是经过很长时间跟中国文化的接触跟受影响，可是到现在它是发展到跟中国、台湾、韩国跟日本，就是一同受到中国文化圈的这些国家，它发展到很不一样的一个结果，它是变成一个。儿童的欢乐的结晶啊，那而且大家里面也可以看到，越南有没有接受中国的文化？有，可是他会自己还是保留，第一呢还是保留自己的传统的那个对中秋节观念的观念跟过中秋的方式，可是呢也不拒绝一些认为是好的，比如说那个横额啊。很姐是非常被受欢迎的一个中秋节的人物，虽然你去看恒姐从哪里来他们也不知道，我最近才知道恒儿是嫦娥把他们传出来的，可是就是越南的中秋节，因为恒儿转印
原来是嫦娥吗？就是念嫦娥，他可以念嫦娥。对，可是现在就不避讳了，对不对？现在因为没有避讳，所以就敢就念了。哦，其实就是嫦娥。我知道，知道是那个一样的，是的，因为我如果是越南的，都完全不知道嘛。啊，好，因为去看这个剧，看书嘛才知道。好，那就是越南的中秋节。那大家如果想过那个中秋节的那个过节的气氛的话，就建议可以去越南中秋节当晚。你也不用什么行程，就随便在街道上走，都会可以感受到这种节庆，这种节庆的气氛。那如果是要比较聚会案，也是一个可以建议的，因为它有一周。还有一周的活动，还有呈现以传统的，还有当地的一些歌舞表演，当地传统的歌舞表演，不是现在哦，是传统的。嗯，好，谢谢。那各位刚刚。好，那个我知道大家看到那个花车，一定会觉得它比四大运的宣传站还要漂亮一点点。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开始执行书店的传统，就是有来过书店都知道，就是每个人都要拿一下麦克风，想讲话就讲点话，不想讲就默默的把它慢慢传给下一个苦主这样子。好，那个就从我旁边这位开始。我这边先加狗好了，想问一下那个星星灯啊，它为什么是这个形状？它跟越南国旗的那个星星有关系吗？它比越南国旗早很多，所以那一定不是有关系的，可是我觉得星星应该是跟那个晚上月亮星星嘛。那因为月亮在很亮的时候，你会看不到星星，对吗？我在山上，我跟大家分享，我有几个晚上是月亮，因为我们家是种那个咖啡树，那我晚上因为那时候就完全没有夜灯的，我要出来的时候。你就以为是下午，你知道吗？整个就亮到不行，有几个晚上你这样，其他的我就睡着不知道。那因为就是这个经验告诉我，在月亮很亮的时候，你会看不到星星，因为星星的光线比较微弱嘛，所以很可能是这样子，他们就把那个反正天上的星星没有，我在地上都知道星星，这样子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观念，那如果具体的话呢，就没办法，这是民间的文化，没有书籍的记载，对。我想顺便问一下，就是越南有没有中元节和七夕？就因为现在是七月，农历七月，那越南有没有七夕或是中元节？我们有中元节，但是我们比较做等一下我想有啦，盂兰盆节它比较重要，在佛教盂兰盆我们不叫盂兰盆，我们叫盂兰而已，盂兰节然后可是这是比较受佛教的影响，我们本来是更早的会叫做亡魂救度节，然后呢，如果我上次有演讲两次嘛，有提到阮佑，翘传的阮佑，他有一篇祭始泪终生，非常好的一篇那个祭文，就在中原要拜的，然后他是杰作。是阮佑做的，阮佑是敲传的作者，是越南最好的作家，最有名的。所以我们其实像我家呢是过我们叫做亡魂普救度节，
那我们他有一个很传统的，在拜的时候很有一个很经典的那一幕，但是那一幕现在就不见了。他就说他那个榕叶榕树的叶子，他会把它架成那个叫做螺状螺的形状叶子，然后呢他会把里面是倒那个咒，然后会插在路边，因为这样子亡魂可以吃到祭品，所以很具体的亡魂救度节，那是比较传统的。那但现在呢，这种祭拜很少，所以现在比较，而且宣传现在是佛教很兴盛，所以呢，它的宣传是那个盂兰节。盂兰节就是你要对父母，就是表达你的对他们的感恩。那如果你在盂兰节去寺院的话，去寺院的话，你还有妈妈呢，她会给你一朵红色的玫瑰，是假的啦，就是不是别在上面，是红粉红色的。如果你母亲过世呢，就是白色的。那你上面还可以拿一些祭品啊，什么会有一种很长的话叫绘画，也可以拿回家。但它是盂兰节是一个非常有佛教色彩的。那亡魂救度节是比较传统的，我妈妈就会拜地的亡魂救度节，然后它是比较传统的，因为他们认为那个亡魂是没有人祭拜的嘛，所以他们是恶鬼嘛，在佛教里面是恶鬼嘛，所以在那个亡魂救度节的时候要特别拜给他们，祭品要送他们，送到他们吃的。然后我们其他的时候在拜完祭品又自己吃嘛，对不对？那这个就我们不会吃，会一直插在路边路旁，因为他们是没有住所的嘛，没有牌位啊，没有祭拜的地方，所以要留给他们。然后那个建议大家可以去翻看阮佑的《鸡故魂十类众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篇文章。可是可惜呢，他是用男子写的。我最近找到一篇是那个英文翻译的，那中文翻译的还没有找到。好，谢谢。其实我觉得很像越南跟台湾一样，都是受商业化影响，就是变成越南像变成儿童节。那请问一下，越南还有其他儿童节？六月一号嘛，国际儿童节，也是有儿童节。可是不我国际儿童节是要怎么过呢？比如说爸爸妈妈是公务员，那祭冠，我们叫祭冠啊，学校什么，就爸爸妈妈工作的地方会买礼物或者送钱给你的小孩，那是过六月一号的儿童节，就只有这样子。那中秋节才是真正的越南的儿童节，而且这个不是现在才有哦，很久以前就有了。很久以前就有，因为那个果呀，坐在上面是一个放牛的嘛，牧童的嘛，所以它是传统的，它是传统的节日，很久传统的儿童节。然后六月一号是后来加入联合国嘛，大概才有的儿童节。OK， 那我了解。那其实台湾以前我觉得很像也没有烤，我小时候是有就是烤肉啦，其实农业社会应该是没有烤肉这回事的。对，台湾是我也不知道，我小学的时候就有，可是我回去问我爸妈，可能他们以前农业时代他们怎么过中秋节，只是我们现在台湾的大家年轻人记忆就是烤肉而已。对，啊，那刚老师是说你们本来就是儿童节。对，本来就是儿童节。我们本来不是烤肉节，对。所以今年可以不烤肉也可以啊。其实我们传统的中秋节应该是要赏月，然后吃月饼配茶，
或者有柚子的地方吃柚子，这是传统的，而且大家一起家人团圆聊天嘛。我想在越南呢，说是儿童节，其实也是一个家人团聚的日子。那刚才有人问到这个中原普渡，其实我听老师这样讲，越南的中原普渡基本上跟我们一样的，这个亡魂救渡节，其实我们也是普渡这一些所谓的亡魂，而且也是居无定所的，说的比较不好听的，所谓的孤魂野鬼，在七月份的时候，我们是做这样的一个祭拜，然后也有在路边，传统的时候是有这样子，在路边插竹子，地沟啊插着，然后上面挂很多那些食物，让他们来抢食嘛，好像是不是有一些抢孤的活动，其实是类似这样的意思。啊、哦，那我们也有不止照顾陆地上，有照顾水面的嘛，有放水灯的，水那个灯上面会有一些祭品，祭拜在水里面过世的这些亡魂。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世界各地都有一些这样亡魂祭拜的节日，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来呈现哦。那今天讲到越南的这个，其实我觉得每个族群应该对小朋友这件事都是很重视的，只是他用什么方式来呈现。那我们传统上可能，父母的权威比较大一点，我们比较感受不到我们怎么样透过尊重小孩的方式来做一些呈现。其实刚才老师说到现在这些活动，他你觉得不是很理想，我觉得那个其实是看角度的问题，也许政府觉得这样办比较凝聚大家的意识，然后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努力的方向。其实小朋友透过这样操练一些活动的过程也是一种学习，我们小时候呢参加学校什么大会舞啦，或者一些什么活动啦，其实我现在想起来都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过程。现在的小孩可能我们太强调他的一些独立性，其实忘了也有一些群体的一些活动，常常会没有一些共同的记忆，都变成一些个别的记忆，共同记忆可能都是玩电脑、看手机、玩宝可梦，比较没有一些文化深层的东西在里面了。所以这是好不好？也不见得好。所以我不会反对刚才像越南政府办那样的一些活动，只是也许可能不用过头，不用过分的铺张或什么样的形式，这也是凝聚全民意识也是一个方式。而且它不是常常嘛，它可能只有这个节日一年才一次，也许也还不错，大家反而会觉得有过节的感觉。我这个还是要提出我的异议，是因为如果你看您刚刚说的啊，一年才有一天，那其实一年才有一天让小孩可以任意的玩耍，那这样子的话，你要凝聚，你要训练他，其他的一年的时候都可以做，可是他只有一天哦，这六月一号不算好不好？那是形式上过的，就真的没有做到。所以如果你从小孩的立场来讲，虽然他们也没有想到自己立场，要帮他们想，那就不要剥夺他可以任意玩耍的，其实这么一个晚上，就没有一天啊，就一个晚上而已。那其他你要训练的，反正是整年都在训练啊，都没有放过。平常就可以跟小朋友多很多这些游戏。很少，没有没有，其他都在训练。然后呢，我要强调的是。你知道给他放假就是放那个训练假吗？一天啊，而且这个是传统的，我们说的什么现在什么训练就是后来延伸的，大人要架在小孩身上的，他们要吗？不一定，他们要的是玩耍。我一个还是有小孩灵魂的人就这么说啊。那其他的比如说您说的对，那个我刚才没有忘了讲，像说什么抢这个祭品的，在越南的人就没有，越南祭拜是没有抢祭品，可是如果你在第五军华人在拜的，就会有这一幕，就外面人在等嘛，就他拜什么乳猪啊之类的，那等着抢祭品，那是在越南的华侨拜的就会有这一幕，可是越南人拜就是没有这一幕。那这个呢也不是因为拜亡魂节，其实他的依我所知道嘛，他的渊源也不是中国或越南，他是佛教里面的，所以其实大概有崇拜佛教的国家大概都会有这样，那形式是各会有一样有异同啦，啊有一样有不一样。那越南就是会，我观察到，因为我住是第五军，所以观察到是那个华侨在拜中原普渡的时候就是有这一幕啊，我们自己就没有，所以我觉得很新奇，
明天就去，如果有刚好进过的话就会看这样。那谢谢。我想请问，你们有过元宵节吗？这个呢，我基本上，依我所知道哈，因为这个我没有去做功课，可是依我所知道，越南人本来就是会拜初一十五，那元宵节就它也很有趣，它本来是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食物，像我妈就会把它变成一个很重要的食物，所以拜的比较大、比较多、比较隆重。OK， 可是呢，我们没有吃汤圆，我们汤圆呢什么时候吃呢？三月三号，三月初三吃，我记对吗？等一下，因为太多节了，等一下，好久没过了。对对对对，三月初三就会吃汤圆，不是吃而已，还要制造的，我也要自己做的，自己煮的，自己吃，不是去买的，自己煮。那说元宵节在越南呢，最近几年它有个很好玩的发展，就在变成国家的诗歌节，诗歌节，那。它是变成这个是国家在办的，好像是大概十年之内吧，我没有记得很清楚。然后呢，就那天就各种各样有跟诗歌有关的国家，还称为越南是诗歌之国之类的称号。然后我好也很有趣，大概前三年，因为我们在越南在胡志明市是一个大学，然后我们是文学系，那文学系怎么可能不参加诗歌节呢？所以我们要准备很紧张的，因为过年才没几天嘛，很紧张的一段时间，要准备参加那个胡志明市的诗歌节，啊，超辛苦的。它是比较有趣的发展，那的就是这一节。可是我没有像中国，没有台湾是放灯嘛，对吗？我们在元宵节的时候会做天灯。啊，是天灯，在外面挂天灯，然后在一些地方，像中正纪念堂会有花灯展。对，我们是爱什么放花灯，就除了七月十五之外，你爱什么时候放那个灯，水灯都可以。那天灯是没有放，那天灯就没有的。那我们元宵节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那个，我想请问，就是这个做天灯是你们越南年轻人每一个小学的记忆吗？就这个节庆来的时候会在教室里面，对，灯笼。现在的话我就不确定了。我小时候是有，我到高中还是有，可是现在的话我就不确定了。现在这个社会就变了太多了，可能是乡下的地方还是有，那城市的话小孩很忙啊。要补习啊，要英文，要什么文啊，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是没办法，要去田野调查一下才可以正确的回答。因为我现在每天都会跟越南学生接触，我是大学华语机构的老师，就是你在这里的越南学生还是越南？在台湾，在台湾的越南教越南学生中文，所以我是蛮想做一个计划，就是可能到台湾的国中、国小。然后可能邀请越南学生分享他们的文化，对。那也不是一个不错的一个点子。其实因为这个一起做星星灯啊，也可以做，因为这个很容易做，很容易做，每个人都可以很快的上手的。对，我才想确认说是不是每个越南年轻人可能之前在。如果现在有大学生的话，他们应该是买的。可是可以学的做，因为很简单，对对，就几个珠子而已，很简单，就没什么难的。谢谢你分享。大家好，我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聚会，那我是代表台北市客委会来主办，跟这个独立书店一起来合办我们这次的讲师。那之所以会想要来办这个活动，是因为其实我们这是客委会，就是客家人，就是台北
在台北市的客委会。那我们也自己把自己定位是岛内的移民，而不是说是广义的像是从国外来的移民。所以我们想说，就是今年要用不一样的方式跟就是灿烂时光这边一起来做这样子的结合。那我不免俗的还是要广告一下，因为我们有办了这一系列的活动，除了今天之外，我们九月十四号还有一场，就是来自邦加岛的华人的这移民啊、宗教还有教育等等的议题，也希望说到时候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过来就是来听一听。那我们在九月二十三号的时候，我们也会邀请就是东南亚的姐妹们，我们跟南亚姐妹会有合作，在台北市信义区的永康公园，那边有办一个中秋节的晚宴。那个晚会的话，我们也是邀请大家可以过来，或邀请朋友一起来听听我们客家的山歌，还有南洋姐妹们的一些中秋节的时候可以来一起来唱唱歌，大家听一些舒服的一些歌曲，过一下不一样的中秋节。那天呢，我们客家人的中秋节跟人家不太一样的是，我们是吃月光饼，是有一个月光饼。那天大家可以过来吃到我们的月光饼。那今天对，客家人的月饼，传统的月饼是很简单的制作出来的一个月饼，但是其实是很美味，然后配我们的茶，都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体验。我想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特色在里面，也欢迎大家到时候也可以一起来参加，谢谢。我想请问老师，那个中秋节老师刚才说他没有放假，那我想请问，既然他办得这么盛大、这么热闹，想请问他通常会办到几点？就大家会几点才散场？会通宵，就是整个夜晚都在办吗？那小孩子第二天上学怎么办？就大概十点就散了，因为他大概六点或六点半就开始，然后这样玩够了吧？但是就不会通宵，因为小孩嘛，不会啊。但是小孩玩累的就回家。哦，所以他办得这么盛大，就还没有放假，也不是什么四大节日之一之类，所以表示其他的节日是比中秋节更盛大，盛大非常多，这样是不是？没有，我们就很羡慕台湾有四大节可以了。我们只放过年。还有初一啊，没有一月一号，对，就这样而已啊，就节就那个，其他我们过的是什么纪念日啊，什么解放日啊，国庆日啊，明天是国庆日啊，或者是对解放日啊，所以台湾也是比较幸福的哦，还有三个大节比我们多的。那我请问。那个中秋节有没有南越跟北越的差别？那另外就是说，因为惠安算是这刚才老师有提到，他有排一个星期的活动。那如果说假设说有兴趣要去那个越南中部的话，那个行程是那个是可以怎么排？因为像那个岘港跟岘港跟顺化都在那附近。其实这三个您说的三个地方啊，就是那个岘港、顺化跟惠安是很近的，所以其实你来住的话可以住岘港，然后再住顺化。顺化是古都嘛，但是有很多可以看的。岘港可以看藏族人的文化啊，然后现代的城市啊，它有一个很棒的博物馆。然后再去顺化，车才30分钟的车程就到惠安啦。你也可以住惠安，晚上又晚上，惠安是满街是灯笼的，那随时都是灯笼的，随时都放水灯的，那所以惠安可以住个晚上，然后吃就路边小菜，很漂亮，很棒，那个气氛很好，气氛非常好，是那个惠安是很幸运的一个古城，是因为它本来是很热闹嘛，它有日。你会看到日本的文化，
中国人的文化跟当地的文化融在一起。然后呢，可是他很幸运，是因为那个河口啊，他被移到外面去，本来是一个大的港口，然后就是水流的边界，所以他河口是移到别的地方去，所以他很长一段时间是在战争的时候他被遗忘，他被遗忘是反正是他的幸运，所以他就保留得很好啊。所以现在就越南唯一的就是以前的港口也有三四个非常有名非常热闹，现在就唯独他还留着保留那种味道，比鹿港好了。对，可以，大家可以看看他做的晚上啊，晚上都不能有，晚上全部都是步行的，每个晚上都是步行的。然后有初一十五呢，整个城小城都关灯的，所以只有灯笼的那个光线，就是电灯都关了啊。所以是还是可以跳初一十五去看看，体验没有那个哎，对，十五比较好啊，可以看到那个月光。然后没有电灯的，对，是不错啦。然后顺化是可以看那个古城嘛，看那陵墓嘛，是蛮有文化的。排一个星期吧，这两边玩是很近了，这交通非常方便。我觉得我在帮他找，像去年那个出来的。哦，还没出来，可是大家可以上这个看，惠安 World Heritage， 因为它最近的是那个，惠安日本的十五届的文化交流会，所以中秋节还没上来，大家可以看，应该也快要上来，去年每年都有，它是一个很多活动的。前面很多活动的，有英文哦，所以可以学一下英文、日文，然后什么文，法文，所以就可以上去看他的，追踪一下他的活动。如果是那个南北越中秋节啊，对，南北越中秋节，星星灯没有变，基本上是没有差别，基本上。但是有可能是南部或中部以南呢，会无虱，虱子物比较多，那北部呢会比较少，因为历史的关系，因为北部你知道吗，在那个75年之前都是很长期是传统文化是不被允许的，那南部是还是有的，所以在南部无虱会比较多，虱子物比较多，它基本上是大同小异，没有本质上的差别。